我觉得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，是不是应该掌声有一点？没错，在我身后呢，这些叔叔阿姨们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他们其实是非常时髦的，咱们罗源自己的一支乐队，乐队的名字呢叫做新乐乐队。接下来有请新乐乐队带来的乐器合奏《普天同庆》，掌声有请。